盛典，音乐中原，你来我往，娱乐江湖，卧虎藏龙。今晚手持超级盛典战帖，带着一身新头盛装出席的艺人有高朗、王喜、方中信、刘烨、朴树、田亮、周哲琴、羽泉、刘翔、李易、吕燕、吕良伟、房祖名、花儿、罗雪娟、周迅、范冰冰、胡冰、赵薇、袁立、郭晶晶、郭品超、容祖儿、陈思翰、陈奕迅、陈坤、张柏芝、张娜拉、莫文蔚、曾志伟、曾宝仪、钟欣桐、甄子丹、谢霆锋、濮存昕、蒋雯丽、蒋勤勤、谭咏麟、戴军。现在，白鹤的架势准备接招，史上三大强势媒体将带你进入这个结合音乐、时尚及影视娱乐的武侠世界。掌声有请我们的主持人李霞、曹小凡、金文佩。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四海同心，功夫无敌，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还有 MTV 全球音乐电视台联合举办的 MTV 超级盛典现在开始。超级盛典要你好看。大家好，我是 MTV 全球音乐电视台的主持人李霞。大家好，我是上海东方电视台文艺频道的主持人曹可凡。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主持人鞠文佩。您现在看到的是上海东市剧场2004第二届超级盛典的颁奖现场，我们的颁奖刚刚开始。哎，说到这个2004年的这个上海啊，的确是给世界很多的惊喜。我想这一点曹老师给我们介绍应该是最有发言权，对不对？对啊，我比如说啊，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体育人士啊，比如说有世界飞人之称的刘翔、有中国乔丹之称的姚明，他们都是上海人，没错，他们都是上海的骄傲。所以我们说呢，上海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城市。没错没错、而且上海今年呢也有非常多的国际盛事，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超级盛典就是为了中国成功申办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两周年而举办的。而且 NBA 和 F1 也首次历史性的进入了中国。哦，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全球非常知名的这个尼克儿童节目呢也透过我们的维亚康集团还有我们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在这个通力合作下呢已经成功的引进中国了。当然还有一个盛事，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超级盛典。当然当然当然，我们抓紧时间来进入我们今天晚上颁奖典礼的第一个颁奖环节。好的，我们马上要颁出的是2004内地最具风格舞台魅力奖，有请颁奖嘉宾谢霆锋、刘孜。有请。有请。大家好。大家好。谢谢谢谢。站在我身边的谢霆锋是我最羡慕的一位明星。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到这一行就是想红嘛。你不光歌唱得好，戏演得好，过奖过奖，而且小小年纪举办了超过50场的个人演唱会，厉害吧？啊。其实我记得还有其中有两场气氛最好的也是在北京开，然后再更好的就是在上海开。哦，东道主的那个观众都很听完之后都肯定觉得会很高兴，真的很开心。对对对。哎，我能问问你今年的年龄吗？我今年我什么，我刚24。这一点就更厉害了。谢霆锋今年24，却已经红了25年了。怎么说呢？因为在你妈妈的肚子里你就已经很受关注了。那个应该是房祖名吧。啊谢霆锋，你从小就见过了很多大明星，
那在你心里，你又觉得哪一位大人物是最具舞台魅力的呢？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艺人也好，就是歌手也好，演员也好，其实每一个都会具备自己的条件，自己突的一些特色。就像其实坐在下面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特色。那我自己也有自己的偶像，比如说李小龙啊，或者下面其实下面每一位郑志伟老师，他也是教了我很多东西的一个师傅，我要谢谢他。对，其实也说不完，真说不完。哦，我一直以为你会说那一位是谢贤。应该也，那我希望他有入围吧。那也希望我有遗传了他的那些一些元素吧。当然有啊，大家都有目共睹，对不对？谢谢。那接下来我们长话短说，还是来揭晓一下2004年度内地最具风格舞台魅力奖的候选名单，请看。入围内地最具风格舞台魅力，羽泉。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韩红。花儿乐队。爱戴。大家来猜一猜会是谁？那幸运在我手上，得奖是恭喜羽泉。谢谢大家，我今天一个人来是代表羽凡，因为羽凡在广州拍电视剧，所以我一个人代表羽泉。那羽凡刚刚打电话过来，让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能有幸拿到这个奖，跟那么多最棒的歌手在一起，能拿到这个奖，我想能证明一个新的道理。因为都说，女孩因为可爱才美丽，那拿到这个奖证明，男人也可以因为可爱，显得有点魅力。那我们两个人会继续努力，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会希望继续在舞台上做一对幸运的不太懂演技的演员，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我们看2004年港台地区的得主，先看。入围港台地区最具风格舞台魅力。周杰伦。张惠妹。孙燕姿。港台地区最具舞台魅力，很值得期待。喊大声点儿！得奖是 Twins。谢谢。今天阿霞不可以来，因为她在广州拍戏。我代表 Twins， 谢谢MTV 台帮这个奖给我们，还有要谢谢我们公司老板，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就不可以在台上面表演，没有机会，谢谢。还有我们的歌迷，谢谢。
下面将要颁出2004最具风格先锋潮流奖，有请颁奖嘉宾：粉红色微君王汉涛、粉红色女郎薛佳凝和五颜六色的海派歌手艾黛。喂，对你先 ，Lady first。Lady first、yeah. You too, come on. 好，那你们两个一起 first。 Hi, 大家好，欢迎来到 MTV。 大家好，哇、wow, 今天很开心可以跟两位漂亮的妹妹一起出来颁奖。我们也一样开心。那下面颁奖，我们颁出的是2004年度最具潮流先锋先锋潮流奖。对、那这个奖呢是颁给去年一年里表现最大胆、最特别，然后最给大家惊喜的组合艺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过去年当中究竟是谁最能够引领潮流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是谁。最具风格先锋潮流，花儿乐队。好的、okay. 让我们掌声欢迎花儿乐队。我们的小天使们又来了。好好，今天我们四个都来了，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去广州拍戏。好，等一下那个人手一支好了。那么先让我们石星宇那个最像邵佳一的人说两句话。没有呢，下面是邵佳一啊。来，谢谢。然后那个，首先能得到这个奖呢，然后我们也能得到这个奖，首先应该感谢主办单位，对吧？等会儿，我先说两句啊，因为这是一个超级盛典，所以我们要超级感谢。对，超级感谢一下，然后超级感谢 CCTV、MTV 还有 SMG， 还有我们的唱片公司百代唱片，然后要简单的感谢几个人，那就是。勾姐、Michael、藏凌峰、陈也、孙静、王晶晶、安迪、杨总、周颖莹，然后徐晴、陈炯，还有花痴萌，还有伟大所有歌迷朋友们。对，感谢所有的歌迷朋友们，谢谢你们。哎，大家看见今天我为什么要背这个护翼？不是护翼，是翅膀。为什么要背这个翅膀呢？是有原因的。以前有一只鸟吧，它在树上唱歌，然后唱歌，这时候有一个猎人呢，棒一枪给它打下来了。然后这只鸟呢，然后这个猎人刚过去拿这只鸟啊，这只鸟又爬起来又飞起来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吧，因为这个鸟非常的坚强，然后会很冷、啊、然后虽然有点冷，可是我们要说的意思是在这儿，是说呢我们花儿乐队呢曾经沉寂过，现在又扇起来了，这就说明我们非常有魅力，所以我们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花儿乐队。然后这个正所谓天灵灵地灵灵，支持花儿乐队一定灵。
谢大家。谢谢可爱的花乐队，真的是太可爱了，非常羡慕他们啊！哎，看到他们的演出，真是觉得年轻真好啊！没错，就是他们现在特别流行的那句话，就是太能整了。而他们这个服饰也非常有意思啊，带着这个一对翅膀，我就怕这下雨天怎么办呢？一个翅膀没了怎么办？是不是？不，大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啊，通过一个人的这个穿着打扮呢，往往能够了解他的个性。没错，没错。哎，比如大家看到这个李霞的这身打扮，就知道这个人是比较勤俭节约的啊，从哪儿能看出来？他用料用省啊，总是很短哈。就您这点料，我做一条沙滩裤都不够啊！真的，每次我跟您出来是最吃亏了，您老是占了屏幕的三分之二。那比如说，人家这个目力又集中在你这个三分之一，更加突出。这倒也是啊。大家可以记得，我们第一届的这个超级盛典啊，这个李霞穿的满身都是珠。蜘蛛的这个服装，不是蜘蛛，是珍珠。哦，就是带闪片的是吧？没错，没错，没错。那你平时这个穿衣服有些什么样的自己的一些准则？反正像参加我们超级盛典这样大型的活动，最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要特别喽。反正就是走到哪儿，大家就哇，这么耀眼，然后所有的这个镜头也会追随你就对了。与众不同，没错。好，那么说到这个个性魅力呢，接着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揭晓的是2004年内地最具风格个性魅力艺人奖。好，我们要请出我们的颁奖嘉宾就是李冰冰、黄觉，有请。大家别抢，说好了。说。大家晚上好。晚上好。你说吧。我跟李冰冰只能通过这个活动终于见上面了，我们已经半年没见面了，很高兴。那我在这儿帮你谢谢 MTV 超级音乐盛典给你这个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这儿见面，可以吗？我们的事后面再说吧，我们先看看谁获奖。内地最具风格个性魅力，周迅。内地最具风格个性魅力，有请周迅。恭喜周迅。很高兴能够得这个奖，也很高兴从好朋友手里就拿到这个奖。然后在这最重要的是我还是非常感谢每一位支持我的朋友，无论在我就在一个任何的一个境况下，他们都那个鼓励我支持我，谢谢。接下来我们就来颁发2004年港台地区最具风格个性魅力艺人。港台地区最具风格个性魅力，唱过了仙天后湖，张柏芝，那种尽孝幸福，一切真名满目是一种。港台地区最具风格个性魅力，恭喜柏芝。大家好，谢谢，谢谢，在这里很谢谢 MTV， 谢谢，很高兴见到他，也好久没见。那谢谢你们给我那个奖，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保持住那个自己个人的风格，不要人在做什么就做什么，谢谢。下面让我们有请著名音乐人小柯、俏丽大方的西西公主杨若溪以及孔一山。大家晚上好。在座的羡慕吧，两个，别人都是一个，我是两个。
很高兴在这么盛大的典礼上能够跟小柯老师还有孔一山一块儿颁这个奖项。嗯，这个很荣幸能颁这个奖，这个奖的名称叫做最具风格影视音乐奖。下面我们来看到底谁是获奖者。是音乐，我们如果就能王小红，我们有多少几乎都错过。最具风格影视音乐，大家好，其实颁这个奖我心情特别复杂，因为在我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可能有家庭暴力倾向，但这次做中国式离婚的时候，他们又说我有离婚倾向。其实我今年一月份才刚刚新婚。再次还感谢那个 SMC CCTV 另外MTV 颁我这个奖，另外感谢我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感谢喜爱听我音乐的人们，最后我还要感谢中国式离婚的全体演职员，谢谢大家。下面有请我们的嘉宾主持，来自香港的著名歌星陈奕迅和内地青年演员胡可。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参加今天这样一个超级盛典，然后希望今天大家能够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对，有机会跟胡可在这个今天晚上出现呢，我要感谢那个 MTV 了，感谢上海文广，感谢中央电视台。现在又不是给你颁奖，刚刚说这么多感谢的话。我好久没有出唱片了，所以有点渴望对那个奖项。哪里哪里，你先联系一下。太谦虚了。谢谢。那听说你最近签了新的唱片公司，是不是？对的。那签了新的公司之后，就是跟以前公司的那些师弟师妹还会不会有联络？那当然还有。经常请他们吃饭吗？那这个不见得。对。哎，今天有一位你的原本公司的师妹也来到我们的现场。我知道，我知道。对啊，那接下来他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好听的歌，能把他请出来，掌声有请容祖儿，有请。Tell me baby can you hear my heartbeat， 怎么你都不会发现我爱你，心跳的声音，激动的频率，这片刻唱出我的热情，要你知道。Can you hear it baby？深深地，可是你从来不看仔细，我毫无考虑将我的真心献给了你，而你保持的距离忽远忽近太过于神秘，这是个难题，如何悄悄靠近你，依靠你胸肌调整伤痛 heartbeat。 Tell me baby can you hear my heartbeat，发现我爱你，心跳的声音，激动的频率，这片刻烧着我的热情，要你知道。Tell me how you wanna play it baby， 不懂你究竟在玩什么把戏，我爱来的心快全部过期，我的每气呼吸延续着爱你气息，这是我在你以后想你的心迷惑或闪烁不定，是我陷太深 baby， 听听我爱的烧着我的热情，要你知道。 Tell me how you wanna play it baby， 不懂你究竟在玩什么把戏，我爱耐的心快全部过期，我的每气呼吸延续着爱你气息。 Can you hear it baby？can you hear it baby hear my heartbeat， can you hear it baby， can you hear it baby。
谢谢。有请颁奖嘉宾，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中国移动业务部总经理任美光先生，著名影视明星牛莉和陈丽大小姐。大家晚上好。2004年摩托罗拉最具风格着装艺人奖会花落谁家呢？摩托罗拉最具风格着装艺人，李霞。摩托罗拉最具风格着装艺人，有请李霞。做了那么多年的颁奖典礼，轮也轮到我拿一回奖了。这是我做了那么多颁奖典礼以来，主持了那么多次，第一次又主持又拿奖，所以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高兴。每次他们站在领奖台上，我就说你们怎么有那么多的人要感谢。今天我也有很多的人要感谢，感谢 MTV， 感谢中央电视台，感谢上海文广，像很多人一样，比如说什么谢谢我的经理人陈坤，谢谢我的造型师，谢谢我的造型师赵薇，还有谢谢我今天没有到场的二哥羽凡，我想他在电视机前一定会收看我的节目，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支持。拿到这个奖我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接下来我可能要花更多的精力物力来在着装方面，所以希望台下的各位仁兄多给我介绍一些演出的机会，谢谢大家，谢谢。让我们掌声有请颁奖嘉宾香港著名演员王喜和严丹臣。大家晚上好。侬晓得我是啥人吧？我是王喜啊。今天蛮高兴能跟你一块去颁这个奖，这次这个奖是最具风格演技突破艺人奖。然后就是我发现拍这个时候，我心里真是压力很大，所以突然间冒了几句上海话出来。哇，其实你是个老演员，你为什么？会觉得压力大，谁带来的？Sorry, 老演员，资深艺人。还以为你会喊我叔叔，因为我平常演的时候是警察叔叔的戏嘛，就是我的警匪片啊，所以就是我的那个戏路比较窄。但是这样的话，大家见你会很有安全感，因为演警察嘛。再说警察戏也分很多类型啊，你比如说有交通警察，有刑警，而且我印象特深的是你演过那个卧底的警察，很有挑战性的。对对对，就是其他女警没有演过，所以下一部戏要是能演女警的话，我会很高兴的。哎、求你不要再抢我们的饭碗了，我还想演一个卧底的警察呢，女警察。哎、放心好，我是演那个阿姨的角色。OK， 那个漂亮的女一号留给你吧。哇，好呀，希望我们能够下次合作。对，然后就是下一步在那个《无间道》7、8、9、10那边一定要，好不好？一个卧底的女警，好不好？好。好，玩笑开了那么多，让我们来看一下得奖的人是谁。OK。最具风格演技，李冰冰。李冰冰，出来！恭喜！挺开心的，我没想到可以拿这个奖，然后更没有想到得到王喜的拥抱，有一点点紧张哈。怎么你投诉啊？不太喜欢。怎么有点狭路相逢的感觉？怎么啊？我跟你已经好久没见面了，也要谢谢 SMG MTV CCTV 给我这个机会跟你碰面。平常我是只是聊电话而已，没有碰过面，真的。
你拍戏的时候就愿意抢我词儿，现在你又把我的词儿 copy 下来。好吧，好吧，我就把整个台交给你了啊。那非常感谢那个 CCTV， 非常感谢 MTV 给我这个机会拿这个奖啊！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给我这样的一个肯定，我非常开心。所以我从今以后还要继续的努力去拍更多好的片子给所有支持我的人，谢谢。恭喜李冰冰，那下面我们要开一个新的奖。对，这个奖就是 MTV 特别推荐奖。对，MTV 特别推荐奖。胡彦斌，我不想我，不想我自己。吴品超，流一滴泪是为你哭泣。MTV 特别推荐奖，谢谢胡彦斌、郭品超。来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该怎么说呢？那我第一次来内地做宣传，然后就受邀来这边参加这个典礼，然后不管怎么样，就很感谢这个 SMG、NTV 还有 CCTV 的这个协办单位呢，能够给我这个奖项，谢谢，谢谢大家，我也爱你们，谢谢。非常感谢 MTV， 感谢CCTV， 感谢 SMG， 然后拿这个奖给我，然后今天在上海，然后我可以拿到这个奖，我觉得非常非常自豪。然后作为歌手呢，也没有什么好感谢的，那我就清唱一曲送给大家。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kiss me at the night， 为何你记得思念。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谢谢所有支持胡彦斌的 fans。 我以为有保安会上来的，但是还是没有，但谢谢，谢谢，谢谢。不及在
犹豫一秒，他的呼唤在动情的燃烧，我能听到神秘又浪漫的心跳，那些声音撕破了尘世的喧嚣，洗净现实的烦扰，那是他在召唤啊，要生命鲜花般灿烂，明天有未知的梦和礼物，开始了无尽的旅途。谢谢。哎，曹老师说到风格，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就是各我们的这些明星啊、艺人啊，都各具风格。而且不仅如此，我们现在运动员也是各具风格的。当然了，大家看过奥运会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啊。比如说，我们的姚明是非常的幽默风趣啊，游泳运动员罗雪娟是快人快语，还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郭晶晶和田亮，他们就是清新可人呐。其他不说，光看他们的这个嫣然一笑，真是会有晶晶亮、透心凉的感觉。哦，你都有这样的感觉。嗯，那么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那个超级盛典专门设置了一个最具风格运动员奖。好，现在我们有请胡静、罗中旭和宝剑锋三位，有请。晚上好。啊，小姐先说。对，你不问候大家吗？问候大家。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三黑你大家好。你好。今天晚上很高兴来到 MTV 的盛典，然后我们今天要颁的奖是，暂时保密一下。嗯。小宝，你今天穿得很运动，一向如此吗？对啊，我平时有空的话就做健身啊，做瑜伽，或者是做一些胸肌啊，对对对，做的连胡子都长出来。对对，没有空气了。就像我们这样的身材啊，我跟罗中旭啊，今天穿的衣服啊，没有穿衣服的，可能这个胸肌就会崩了，有可能有状况出来啊。好像有一点儿。所以我们今天要颁的奖是，运动方面的，叫做最具风格的运动员。最具风格运动员刘翔、罗雪娟。最具风格运动员，好，就请他们来上来领奖。刘翔怎么没来啊？拍戏去了吧？啊，没有。刘翔不是。我想大家都希望刘翔能够继续他的那么好的成绩，所以他现在需要很积极的训练，积极的备战后面的重大赛事。所以在这里，我也代表刘翔，谢谢 CCTV， 谢谢 MTV， 谢谢上海文广给我们两个办的这个奖，谢谢。接下来我们要颁的奖是，演员当中有我们传媒推荐的两个大奖。最具风格传媒推荐奖，容祖儿、范冰冰。
请容祖儿、范冰冰。这里要谢谢CCTV 跟 MTV 台颁这个奖给我，得到这个奖我自己非常高兴，因为入行五年呢，真的需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然后得到大家的认同，我会继续努力，谢谢。谢谢 CCTV， 谢谢 MTV， 谢谢上海文广颁给我这个媒体的推荐奖，我以后会更继续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希望所有的人会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有请颁奖嘉宾沙宣高级教育总监胡志强先生、影视明星梁静和李姐。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我是梁静，我今天很幸福跟两个帅哥一起来颁奖。大家好，我是 Gary Wu。其实作为演员呢，我不知道李姐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自己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如果被人认出来觉得蛮麻烦的，但是如果不被人认出来心里又其实更难受，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突出自己的造型。这个你主要讲的是一般我们参加这些晚会啊，或者是这个大型的活动的时候，我觉得展现个人魅力，我觉得是对一个演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般到这个时候，我们为了让自己的个性更加突出，我们一般就会求助于造型师啊，或者是发型师来帮助我们。我觉得作为一个发型师，我们都会根据艺人的不同的风格来创作不同的造型，来适合他们的表演。是吗？我觉得今天李姐的这个造型让我想起一个古人。谁呀？是谁呀？不知道。林冲。对，我准备把头发再留长一点，然后下次演一个现代版的林冲。嗨，好，咱们言归正传，看看今天的大屏幕。沙宣最具风格发型艺人。王蓉，沙宣最具风格发型艺人。好，有请王蓉。恭喜恭喜！真的非常开心，能够拿到这个发型大奖，因为我觉得非常特别，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给我一个肯定。那当然我首先应该感谢的就是我的发型师了。那今天这个发型呢，就是有一半是我的杰作，那有一半呢是 Gary 的杰作。我没有经过他的允许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是为了配合我下边要演唱的这首歌。对，OK， 那另外我当然还要感谢 CCTV、MTV 以及上海文广给我这个奖，我会继续努力，然后不仅仅在发型方面可以得奖，还有很多方面，相信很快大家会看到这一天，谢谢，谢谢。
我不是黄蓉，我不会武功，我只要情哥哥完美的爱情。我不是黄蓉，我整天做梦，在夜里唱情歌，失恋也英雄。我没有想象公主的美丽，也没有坚定公主的权利。我希望找到老实的国君，对人诚恳，对事精明。他不要像韦小宝多情，也不要像杨过般冷冷清清。直到我头发花白，牙齿掉光，找到我实实在在的爱情。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颁出的应该是我们今天最有特点的一个奖项，因为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是功夫嘛，所以下面的时间我们要颁发的这个奖项就是2004年最具风格动作明星奖，究竟谁可以获得呢？赶快请出我们的颁奖嘉宾刘威、彭丹还有詹小南，有请。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哎，那个刚才工作人员说让你离话筒近点，再说一次。大家晚上好。这就对了，那个超级盛典挺好的，那个挺好的，是因为那个总能看见这个，以前都是看好多唱歌的那个朋友们，然后呢也没有机会走他们跟前儿去。超级盛典挺好的，是因为不仅有很多唱歌的朋友，还有很多那个影视界的朋友，像我特别崇拜的那个曾志伟先生，今天终于看着一个活人了。还有我特别崇拜的那个谢霆锋老师，岁数虽然小我一半哈，但是名气还是很大的。超级盛典还是挺好的，那个让我跟两个曾经武打过的明星站到一块儿了，谢谢超级盛典，让他们说吧，我后边就没话了。刘威老师，我呢很小的时候就看您演电影了。那这我还得说一句，我从小的时候就看你跳舞了。那个对了，他们俩都拍过武打戏，所以那个他们，我们班的是什么来着？我没有那张纸。2004年最具风格动作明星奖。对，那个彭丹现在也在拍武打戏，打谁来着？我跟。他在打霍元甲。对，在跟霍元甲打，在拍一个电影叫《霍元甲》。那么在戏里面呢，实是很可惜，没有办法跟刘威老师亲自打。下面我们颁奖，请看得奖。那边。动作明星甄子丹，最具风格动作明星，恭喜！那个鼓掌，喊叫，使劲儿，再使劲儿，恭喜！恭喜甄子丹，恭喜！谢谢 MTV。很荣幸可以得到这个奖，这个奖对我来讲不只是一个鼓舞，也是一个肯定。今后我无论自己做演员也好，武术指导，甚至导演，我都会尽量的把这个最有风格 ，the most stylish 做得最好。那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要谢谢我太太。我太太刚刚从加拿大回来上海，支持我来拿这个奖。今年呢，我拿了好几个奖，除了这个奖，我拿了一个其他奖，那些奖都不重要，最
最大的奖今年就是我太太给我生了一个小女儿，所以我要谢谢她。谢谢。那么下面我们要颁第二个奖，就是2004年最具风格体坛明星奖。最具风格体坛明星，田亮、郭晶晶。最具风格体坛明星，有请亮晶晶。恭喜亮晶晶。今天非常感谢 CCTMTV 给我们颁到这个体育奖，我只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体育人，会在以后的国际赛场为更多的中国人拿到更多的金牌，跟争更多的面子。谢谢。我今天感谢CCTV、MTV 还有 SMG， 也很高兴他们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但是作为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继续我的跳水，所以我相信在大家可以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继续看到我们为国争光。谢谢大家。有请颁奖嘉宾青年演员郭晓东、赵琳以及张恒。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站在我旁边的这个美女呢是一个主持人，那你现在开始演戏了，也取得非常大的成功，我想问一下，觉得有你颁这个奖最合适不过了，小东你说是不是？我觉得是，非常认可。谢谢。但实际上我觉得我这个应该算是跨过界了，因为自从演戏之后就基本上没有主持过了。但是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拍戏和主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觉得做主持人的时候呢，是笑着说话的时候多，而拍戏做演员呢，是哭着说话的时候比较多。啊，不会吧？好。我想大家已经猜到我们颁什么奖了，请看大屏幕。为最具风格跨界主持人，戴军。李霞、李敖、吴宗宪、陶晶莹，最具风格跨界主持人，大家猜猜是谁？有请戴军。张恒在戏里演过两口子，所以要抱一下。非常感谢，作为一个上海人，能够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谢谢大家，谢谢 MTV， 谢谢 CCTV 六，谢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这是我今天，我听到现在获奖人第一个把这个全称念出来的，谢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谢谢大家。真的很开心，因为。我跟这几位前辈一起来抢这个奖项，我觉得非常难，因为我做主持没有几年。那这么几年来呢，一直都是给别人来宣读获奖名单、宣读奖项，自己拿奖呢也是第一次。所以呢，希望大家再次给我一次掌声鼓励，好不好？谢谢各位，感谢各位家乡的父老乡亲，谢谢大家，我以后会做得更好的，谢谢各位。恭喜戴军。下面我们要颁出的第二个奖项是
2004年最具风格银幕拍档，入围2004最具风格银幕拍档，周迅、陈坤、成龙、杨采妮、章子怡、梁朝伟、胡斌、陈好、陈道明、蒋雯丽、佟大为、孙俪、倪娜、印小天。2004最具风格银幕拍档是谁呢？小东，你来宣布吧，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同班同学。陈坤、周迅。嗨，谢谢你们、谢谢，非常感谢，谢谢。我拥抱他们三位，赵琳跟我一起演过戏，那同班同学两位，我们今天电影学院九六班来了八位，很棒。OK， 谢谢你们掌声鼓励。那么我很感谢我和周迅的四次合作，能够给你们留下很好的印象。那我希望在未来日子里面继续和他再演更多的戏，送给你们，好不好？好，谢谢，谢谢。我们会那个更加努力，然后希望大家那个就继续支持，谢谢。大家好，我又出来了。做一个最具风格跨界主持人呢，这我也不知道这跨界什么意思，因为我现在呢，除了主持节目，还演戏。还要唱歌，今年出了唱片，上海我讲了已经不大响了。那做歌手做演员呢，是区别非常的大，因为演员是导演如果看着你盯着镜头看，他会骂你，但歌手一定要会找镜头。像今天我们这里现场有一位毛宁先生，是我的歌坛前辈，唱歌的时候那眼睛对着哪个机位亮他都看得很清楚。涛声啊，这个镜头在那里依旧，哎，突然之间看眼前没有机位亮了，他可能就往上，不见当初，因为这时候摇臂肯定就亮了，所以他每个机位都会看得非常的清楚。主持人就不能这样，做主持人呢有一点就是说，看到红灯亮你就一定要说话，因为这个时候是不能错过机会的。所以做了几年主持以后呢，养成一个毛病，过红绿灯的时候看到对面红灯一亮就开始说话，所以时常会出车祸。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人呢，非常厉害，做了6年的模特，然后呢开始拍戏，拍了一部《斗鱼》呢，马上就大红，红了以后呢又出唱片，唱片的名字叫我，叫什么？我不像我。让我们掌声有请郭品超。不像我，不像我自己，流一滴泪是为你哭泣。我不像我，疯狂爱上你，这一生只为一个人痴迷。爱上你的美丽，爱上你的狠心，
那是一种我握不住的自信，爱上你的任性，爱上你的固执，我却不能忘记你从不是谁的唯一。我不想我，不想我自己流一滴泪是为你哭泣。我不想我疯狂爱上你，这一生只为一个人痴迷。那曾经孤傲的眼神如今在哪里？为什么我没有转过身的勇气？我不想我，不想我自己流一滴泪是为你哭泣。我不想我疯狂爱上你，这生只为一个人痴迷。谢谢谢谢。掌声有请颁奖嘉宾香港明星陈思翰和内地影视美女马伊琍。大家晚上好，我是陈思翰。大家好，我是马伊琍。哎，下面我要颁的奖项呢是2004年最具风格卓越表现男艺人奖。对，今年啊男艺人表现都非常非常出色，所以我想作为评委肯定很头疼。既然那么头痛，就干脆把奖颁给我吧。啊，你就宣布那个奖是颁给我陈思翰。那你能告诉我，今年你觉得你最好的表现在哪里吗？最好的表现，是上台今天搀着我一路走下来。不是，就是说对。就是今天能够出席这个盛会，就是我今年最杰出的表现。好，好，我们就看看那个谁到底是谁可以拿到这个奖。请看大屏幕。最具风格卓越表现男演员，刘烨，《美人草》。最具风格卓越表现男演员。我今天是第二次给刘烨颁奖。感谢 CCTV MTV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颁给我这个奖，大家觉得怎么样？我非常开心能够得到这个奖。然后呢，我今天还有一件很开心的事儿，那就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内跟夜色的朋友和屁屁一块儿来分享这个奖，因为我爱你们。恭喜刘烨。恭喜恭喜。下面要颁发2004年度最具风格卓越表现女艺人奖。不知道哪年哪月了。那个谁，思涵，你是不是想替你姐姐领这个奖？当然希望她拿，但是很可惜她现在在广州拍戏。你怎么都知道呢？所以呢，我会打电话告诉她要努力加油，希望她下个年度呢可以拿到大奖。好，那就看看今年谁是获奖者，请看。恭喜赵薇。赵薇，谢谢大家。
我等了好久啊。很高兴拿到这个女演员奖，然后呢，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一定会做好的，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嘉宾主持，香港著名演员曾志伟、影坛新秀房祖名。你不是说有话要讲吗？在这边先谢谢CCTV、MTV 跟 SMG 给我这个机会。好了好了，你不是拿奖，你讲那么多干嘛呢？因为高兴嘛。我觉得真倒霉。人家每个人出来都有两个美女，穿裙子短短的。我们有四个，而且每人两个。现在呢？到广州拍戏。广州有那么多戏开吗？这别问，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今天我们这个颁奖典礼很隆重吗？当然隆重了，全国首播。看到观众很多吗？多。那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呢？因为刚小弟刚出片，然后刚拍完才一部片，没什么。但是我想告诉你，作为一个新人，不要怕。我们作为一个艺人呢、不注重外表的。对。最重要，里面有东西。你里面有吗？有，我填词、作词有，会唱一点点歌，这样，拍戏还可以这样。这个没用啊，里面有东西是有这个。要有钱，你里面有这个什么用呢？不要玩我了啊！没关系，你没有，你爸爸有吗？爸爸怎么样？在公众场合不要谈爸爸。那你妈妈，你那些妈妈呢？不要谈妈。不要妈。有空帮我问候你爸爸妈妈吗？接下来的表演嘉宾就是一组近来最出色的这个乐坛的新人呐、他们就是龙宽九段跟爱戴，有请。每天都等下班这一刻，能和他在拥挤狭窄透明电梯封面，看着他，想要他，想象他的温柔，靠近他，吻着他，长发喜欢小黑 ，Come on， 你的视线像一部灵活的摄影机，穿梭到他的全身，不停的 zoom in， 不停的 zoom out， 不停的 zoom in， 不停的 zoom out， 燃烧的喉咙咽不进口水，他的存在满足你那恣意的眼 ，Yeah， 目送他的你，只能开始发挥想象力。
颁奖嘉宾，香港歌坛校长谭咏麟，香港著名歌手曾宝仪，以及内地影视明星袁立。大家晚上好，我是袁立。大家好，我是曾宝仪。大家好，我是你们青辅的谭校长，我是谭咏麟。那接下来我们颁的这个奖项是2004销售突破，突破销量奖，没错啊。那谭校长，你有什么预测吗？哎，我看这个奖是最不需要预测的，因为这个奖是在现在在我们内地也卖了一塌糊涂，很厉害的。一塌糊涂你都讲得出来，这个我可以作证，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其实大部分时间呢是待在这个台湾跟香港，但是我来内地拍戏不到一个礼拜就会唱他的歌，因为剧组里面所有司机的车上都有一盘他的磁带，正版的。对，而且我还听说在那个丽江倒垃圾的车已经换成他的音乐了。在香港一样，香港也是啊，满街都是啊，那个菜市场里面啊，还有那个公共厕所也有啊。真的吗？这一点我们谭校长非常有经验，因为想当年呢，他的那个唱片呢，很多人都在公共厕所一面上厕所一面唱他的歌，你爸爸，所以他是最感同身受。你爸爸最爱做的那个唱的很有感情，是很有味道吧。好，到底这个实至名归的奖要颁给谁呢？请看内地唱片突破销量奖，刀郎。内地唱片突破销量奖，恭喜刀郎。基本上有华人的地方都会唱刀郎的歌了。谢谢大家，谢谢这次的 SMG MTV CCTV， 感谢新疆，感谢全国所有的刀迷。下个月的12月中旬呢，我的新唱片会带给大家，希望不会令大家失望，谢谢。好，恭喜刀郎。那我们颁完的内地，接下来我们要颁的是香港，到底香港谁卖的最好呢？好，让我们来看看港台地区唱片突破销量奖。容祖儿，港台地区唱片突破销量奖，恭喜，谢谢，谢谢所有曾经卖过我唱片的所有歌迷们，也希望我能够在内地能够做一张很有水准的国语唱片，能够在国语的市场也有很好的销量，谢谢。恭喜容祖儿，谢谢大家。
熟悉的轮廓。